人做事太马虎，却让型男因祸得福。韩国没有那个发票的东西，所以他很快而且很习惯嘛。结果我们做了一两次之后，我们一张都没有中，我就看，对，再一次，哦，中了一张哎，所以现在几百张都是我自己对的。那你私房钱存了多少？不知道，这怎么知道？一定要锁定今天晚上11点，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